残疾了似的，就从这儿就开始快，能明白我意思吗？这像不像残疾？你这时候给你拍个照片，你好像猴，对吧？所以这儿一定要什么呢？要先绷，再快，挤压，再撇，它是有过程的，是不是？这个动作的来源是什么？这个动作的来源是蚕丝腿，学过吧？哈，地面快撇叫古典舞的擦地，那个贴着地走，你要什么？起脚就得快，然后到脚换根儿。升起来把它拽回来，挤压下地就要快，到地儿就撇，撇完拉回来，这是地面的哈。这个动作特别练单腿重心，是吧？上次感受过，在这个基础上离开地的我们叫蚕丝腿。蚕丝腿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有个线轴，你用这个脚把这个线缠到这个轴上，是不是感觉它分开的？它就要先经过绷、快、撇、拉起来，绷、拐、撇、拉起来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过程一旦离开地，一定要先绷再拐，可别在半截子就开始拐，是不是这个概念哈？对，要注意这个点。然后我们在这儿是什么？一个绷、拐、撇形成勾，然后一个搓步，搓步要平稳，后脚催前脚，中间经过丁字位，说明白了？走，换踩三节吧，出现了吧？三节搓。三节搓，三节搓，是不是这个过程？哎，要经过三节把重心先踩上去，后脚再干嘛？催它，别这么倒着，但催不动啊，是不是这概念哈？一定要踩下去再催。但是有个要点是在哪儿呢？这腿是什么？这腿是一直一弯，别给我搞这个，经常你们给我搞这个，敦煌傣族不知道什么玩意儿。对，这个位置一定要一直一弯，前直后弯。给重心，给重心推它，给重心催它，给重心催它，搞定，非常好哈。然后一个拐撇，一个搓步，对哈，一拐一搓，一力碾转，对吧哈？在这儿搓，搓完了是不是还在这儿？然后能动的就只是这个脚吧，上脚存住膝盖，脚跟一离地，并脚一圈 ，OK 哈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一并一碾。收住，哎，对了啊，这个地儿什么呢？转的时候呢，往上立，要往上立，不要往前送。第一个要点，第二个要点，我不是直直的转，我是什么存住的，所以脚跟微微离地，不用转太高。然后你另外一个腿要干嘛呢？贴住踩地，它相当于是刹车，是不是？你看我哈，走走，刹车，你得踩，对吧？你们别这样发傻啊啊啊啊！死活不落地你就摔了，想明白了吗？啊，在这位置上走一个拐撇，哎，给我记方向，这哪个腿？右腿，右腿走，搓，哪个腿为轴转？右腿走，上收，踩了吗？没看见踩，再来一次，走，转，踩，你还不踩，踩哪个腿？左腿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撵，踩，哎，要踩下去，想明白了吗？啊，连贯起来，没有，没地儿偷。六七走，快撇，搓上，落，哎，很好。往右走，横线，但是最后碾转完了，收在斜前。那一会儿我们就是向七点走，转完了给我收在八点，因为这是个背身动作。想明白了吗？想明白好，再来一次。我们还是冲前做哈，走，往下沉，再沉。压住走，合住，打哦，对，然后呢，像这种合着的动作啊，像这种合着的动作有一个要求，对吧？你看那天我们节奏塑造，我们有一个立砖，所以这种地儿就要干嘛呢？要护住丹田，要有一个收丹田的劲儿。所以你这儿也是一样的，你到这儿以后收落，哎，千万别舔胸，收住丹田，自然就稳。是不是这概念啊？不是含胸，是收丹田。我说好了哈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快撇，搓，收丹田，合住下。哎，对了哈，在这个位置上，好 ，OK 吗？脚清楚了吗？哈，练一练哈，脚清楚了哈，脚清楚了以后，我们说手啊，手刚才是什么？这手有点讨厌，这手有个变形，这是个按掌，谁按谁？左按右，左按右，但是我接下来要出右手。那我干嘛？我在这儿画个圆儿，画圆儿的时候是个经过一个，这叫什么？这叫什么？
掏什么掏？这抱球嘛。所以抱球你就变成什么？手背一个朝天，一个朝谁？朝地，然后拉开分手，是不是这个位置？然后，所以这有个变化，合在这左手，这有一个抱球跟脚走分，然后这分的时候有一个什么躺身啊？躺身是什么样的呢？这个也是一个类似于板腰的动作，所以要躺身你就得给我干什么？顶宽，对吧？你别这样，就只有胸，是不是这概念啊？躺身啊，说得躺下去。这词儿多形象，躺下去是不是哈？找这个词儿，六七走，合住拐撇，躺身，催，很好，到这儿。然后脚是一圈，刚才我们练过了哈。那手上我们经过了什么呢？手上经过了三个旁腰，哎，经过三个旁腰，在这儿走，旁腰一，走，旁腰二，走，旁腰三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就是什么？点翻的套路，是不是？昨天我说踏步翻身是推髋合髋，点翻是什么？旁腰接旁腰。当然在旁腰跟旁腰的过程中，我们分别有下旁腰、上旁腰、下旁腰、上旁腰，但是我更强调的是谁？旁腰要吊高，是不是哈？所以在这个位置上，我打开以后，我要看下，还看下，仰身看下，是不是这概念？要想吊旁腰，你是不是得看下？你不能这样看上去吧？所以要想旁腰，我管你左手右手，你是不是都得给我看下？想明白了吗？冲前坐，来六七走，看下，走你，看下，好，经过一个胸腰挑，看下。想明白了吗？所以这一圈都是看什么？下，哎，只不过有个翻是经过了上，但是你主力是为了看下。好，我们在这儿脚底下碎碎的啊，就碎碎的，先别给我转，先把那三个旁腰给我想明白。这儿合手一抱球，躺身走你下下下。哎，三个，你这还有要做几个？再做多就更做不动了，是不是？就三个哈，就三个，想明白了吗？哈，那我们跟脚配一下哈，六七走，这一合一拐撇走你，搓走下，多了吧？合到哪个下？右手下，哎哎，转一圈都费劲，还想转几圈？再转八圈，成绝活了哈。看哪儿？主要看哪儿？看下，往下追，别往上掉，想明白了吗？哈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一合。抱球分手搓步走下，哎，很好，是不是全看一下 ？OK， 基本都过来了哈。然后跟那边一个套路，他看完下，干嘛？起手合，跟哪个手？跟下面那个手，是不是顺势下手合住？然后这么一提，哎，这不能高吧？双提手，这就是拎什么？就拎丹田这点气儿，就感觉像丹田这个气儿用个绳记住了。你这么一提，就这么高，不能给我往上走，千万别给我干这事儿，是不是？刚才我说那把胸都夹上去那个，记不记得？哎，就是这毛病，一点点，哎，一提导动式左右，哎，左右左右，这得生计了哈、啊。做了一个什么大掖步开手走。提拉上松，这脚是不是已然在后面了？一撤步，反面的仰俯 ，OK 吗？这一横线结束，连不着急哈，先连脚再连手 ，OK 吗？结束是不是在这儿？不做手就做脚，走，拐撇走了，搓哈，这个地儿听我们说哈，这个地儿有个偷的技巧。你要说，哎，老师，我一下就开到七点，我就站不住。那咱们就开到六点去，一合，擦，走，趁这一下给我转平了就行。想明白了吗？哈，往六点开，别往三点开，因为往三点开确实容易不稳。OK 吗？你在这儿六七走，拐撇六点搓走，收下，然后干嘛？提倒左右。哎，好，就连这一下，就连脚，脚顺了，手就顺了哈。节奏六七八，一二大三四五六大七八，明白了吗？再来一次哈，这个动作有左面哈，再来一次六七走，一二大三
四五六，还有个手呢吗？五，别立。五六大七八，想明白了吗 ？OK 哈，再来一次啊，我就加手了哈。七，走，大一，二大三，四大五，六大七八。哎，这个不是立，这个还是推，推下下就完了，立死，这一下就得扎出去，是不是这概念？哎，想明白了吗？左右。你多了，起左右，哎，就相当于下脚以后是一步小一步什么大，起拉出，哎，这个要推出去 ，OK 吗？好，出手了，合手了，哎，准备六七，走，怀里抱球，分搓，旁腰起落提出，三合有没有？左肩合右胯。OK， 好，再来一次，大多数还可以哈、啊，精神精神啊，精神精神。对，转的时候一定要什么往下，而且这个要存着转，别给我推，别在这给我搞绝活，没有这个哈、啊，这个地儿是走存，是不是这个概念？哎，存踩，它什么沉，是不是哈、啊？沉到底，来六七，吐气，吸，躺，出，存住，起，落，提。送，还不错。那脚脚左右，哎，对了，嗯，然后这个地儿有几个气口，我要说，吸吐，是不是吐了？别着急坐，看，走，吸吐，是不是？后腿把前腿再送一步，对吧？吸走，吸吐，催吐，吸吐，吸吐出去，是不是？哎。还不错啊，然后这个提，提提到什么位置？两肩出了啊，就别在这搞闲太多了。走哈，哎，一扬手 ，OK 吗？再来一次，五、两、七，走，撇，催，吊，上下提，左右，还不错，哎，不用延展。这不用延伸，提拉出下，我就要坐那边了 ，OK 吗？来，从阳腹给我连，六，往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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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往这边来一点，因为这串往那边去，六七走，一二三，几下？仰呢？仰需要干嘛？得往哪儿够？往后够，你得够一下再回来哈。六七走，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三二三四五六大七八，非常好，挺好的，你们这不挺棒的吗？对，来，嗯，对，再往前点，对，准备往这边来，哎，五六。七送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打三二三四五六打七八大，赶紧松下来，因为预提先松松，走，撤脚，哪边？左脚，左手先干嘛？先立，还不立，对，六七松，先立，冲几点？冲几点？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刚才左脚左手同撇，这次对了，一合走，二二三四，是不是顺撇的？这个地儿有这么个点哈、啊，直立情况下没有子午项的情况下，合有没有合？就我就站着，有没有合？听过就别讲了啊，找他们那些问问，这有没有合？谁跟谁合？不，胸椎跟耻骨合，在什么情况下？在腰椎直立的情况下，保证腰椎直立，胸椎有点找耻骨，对吧？那好，那我在这儿更大的找耻骨，
是不是就松下去了？想明白了吗？哈，所以这个有点两头，微微有点两头包的概念，但是一定腰得立直。想明白了哈，这有个合，所以这就是一样的，是吧？一合走，送，手走，左右右左，好，到这儿 OK 了吧？啊，横串，刚才撇右脚，这次撇哪个脚？左脚，踝撇出。后推前，好，等会儿别着急，这次转的时候你那什么腿，丽萍姐，对，这个时候以哪个脚为轴？左脚前半脚上为轴，上不转，超几点？二点，哎，再来这，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撵收，哎，不错，可以，就在这儿，然后干嘛？起落，那边是左右，这边呢，右左。在这个位置上哈，这是脚，再来一次，到这儿，啊，六七松，撤脚扬腹，撤脚扬腹，拎起来，上右脚，撤右脚，上去起落，快撇出左搓步，左脚轴下拎右左，上啊拎右左，哎，对了 ，OK， 这是脚。好，说手，刚才是左手在上，所以抱球的时候右手从怀里掏，是不是这样的哈？这回是右手在上，抱球的时候是谁从手怀里掏？左手，掰了，右手在上，左右手在上，左手从怀里掏，对，右在上，翻手怀里掏，对，然后分，是不是这么个过程哈？然后经过这次吊旁腰。眼睛都往左下看，左下，左下，哎，这就是左下右下了嘛，哈，这是走六七走，左下右下左下，然后追哪个手？在这儿追哪个手？追左手，一提，松，是不是这过程哈？脚底下全以小碎步代替，就想想手哈，这个右手在上走，画圈抱球。分搓出去走，左下右下左下，左手画圆拎起来送，哎，别倒，直的从下往上看，哎，三合 OK， 搞定，挺好的，合脚，哎，嗯，在这儿走，抱球分搓掉，左手起出，搞定，再来三遍。右手在上，这边是哈，右在上，右在上，前后串一串，往前来，第一排往前来，别往后压，后面没地儿。对，压我，别压他们。六七走，分搓下起落提出，哎，对，别倒，哎，别栽位，战斗机，再来一次。对了，五六七走，先抱球。分搓，这哎，等会儿这搓的时候手可是平的啊，别着急往下掉。六七走，搓走你，吊起落提拉出，搞定，再来一次。嗯，还不错哈、啊。六七走，抱球分搓吊起落起。松，对了哈，这里边哈，这个地儿王姨其实是有一个小巧思给你们，分搓掉下，想明白了吗？你们是掉、啊、没了，下再起再下，人家给你留了三口气，你看是不是？它是有设计的，不是混做的啊。再来一次，六七合住抱球，分搓。掉下起下起出，完美，是不是？哎，呼吸很重要，呼吸配给谁？拨拉盖儿，别这么吐，配给你的膝盖。哎，一定要干这件事儿，是不是？这地儿呢，哼，你也不能稳，肯定稳，老结实了，是不是？哎，对，好好，来，反面开始练，七。松撤
仰，撤，仰，正的，送背。等会儿提个问题，前手手背，后手手背，前手手背吧，走，撤，前手什么？手心，摇，合，起，按，走，分，搓，掉，起，落，起，右，左，挺好的吗？两边连起来。先从这儿往这儿坐，完了往那儿去，再从那儿往这儿坐，再往那嘎去。哎，脑子得先清楚啊，脑子得先清楚。了气，走，拉拉，看，又先转身。马云老师，了气，走，拉拉里大楞，拉拉拉拉拉楞，大让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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啦啦让大浪，大啦啦让大，一、二、三，四不着急，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三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四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，大七、八，很好，不错。再来一遍，我们和音乐，好，挺好的，就是这个稳定性啊和这个转啊，这个事得练一练，是吧？就不可能，哎，我一说你就会了，那我就是弱智。我学好几十年，我各处上课，完我一说你会了，那你说我是不是弱智？别着急啊，对了，准备慢慢来一下，六七撤步，提扬腹，提扬腹，这不好，这不好在哪儿呢？提仰要先接摸哪儿，斜上再摸谁，斜下沉累拽回来，后面是有两个点的，对吧？当然这个点不能停，它一定是经过这儿，是不是这概念？哎，对吧？挡旗搁那儿呢。哎，对了，准备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拉下，让下，提起来，合住，送背，撤脚，上上，起，落，分，搓，掉，上下，提，左右，松，左撤，右撤，拎起来，右左松，上合，分，搓呀，吊住，上下，提，松。 OK， 好多了。然后你们一定要切记，咱们吊圈那块啊，吊这个圈的一块一定要往下找，一定要往下找，然后搓开走，下下，越往下越稳吧。你们这种一转转就懵了，不知道往哪儿找，往地上找，想明白了吗？再来一次，六七走，拉，二三四，拉，二三四，二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七，松掉，提，搓，搓，掉，下，上，落，提，左，右，松，左脚，左手，右脚，右，上，松，右，撤，松，上，下，吸，呼，提，搓，下下上下，提手出 ，OK， 不错，可以。嗯，累吧？这组合挺累的哈。嗯，说。啊，快撇只能是过程，快撇是过程。嗯，也有一些组合哈。我这次有一个，我们这次有个组合也有一个快再走，像这种停住的，但你这个没停住，它一定是。过程，快就相当于是起范儿，谁比较长？撇比较长。哪儿转身？就是抱球后的和，快撇，再撇着等嘛。对，七八一二三四，哎，对。辣。哎，在这等着，对。
你还是有点力，收，没准，哎，来了，哦，六七，啊让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一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对，往后了，差一个八拍。松一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啦啊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不对不对不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一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四，二三四大五六七八大。对了，这个节奏对。OK 吗？还可以，看着还可以哈。从头来一遍呗。哎，小小做一点哈，小小做一点，准备。三松，合住，拉。五六七松，眼睛从后面起。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四，慢点同步的。三四五六七八，转身，送背快了，沉转。转身，送背，走啦！转身，送背，转身，送背，松，拉，拉，哦，了，直接下，殊途，同归，松膝盖，殊途，不着急。哦，再过来了，七八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，右手慢转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沉，二三四五六七，转，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，二三四五六一合下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三四五六七八大三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大撇，搓掉下起落上出。对了，不错，好，下去练一练哈，最后一块了。最后一块了，对，最后一块了，对，还有，不可能完事儿哈，这才多长，
2分半。